按北宋，我想讲话，台湾宋 OK。好，好，站在我台尊世界，看到咱台中的声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来喽、哦！你的马奥刀，我接的天堂。这条我是在讲个俩，说无啥，台湾之声，声到变甲听袂清楚哈。我是大气，台湾的囝，阿比阿爱台湾的囝，哪是拢走去倒位啊？我不是在争甲过袂听话，我唔是啥物人，我敢若是一个台湾人。要讲啥？要讲啥？要问讲你是倒位人？敢对台湾的爱会去当差？你若感觉有淡薄怀疑，莫怀疑，我即摆就是在讲你，家己在要欺负家己，要跟咱来甲咱欺负，第一个输，你想要赢还是输？只件输，只件无通过，这才是真正台湾人的困难。痛赛，哎，厝边头尾，吃饱安慰，即摆大声喊出台湾之声，这是啥物歌？台湾颂，你倒位上诉？台湾颂，这是台湾兵，你是台湾军，换这边，不要输那边哦。台湾颂，你倒位上诉？台湾颂，台湾人的爱，台湾人的爱，台湾人的爱，拢伫台湾之声。你敢有感觉到我对台湾的爱？你若不是台湾人，你就袂了解。你当这块土地的人，就是台湾人。台湾我担当，我担西天笑。这块土地空气愈来愈老，气氛一直一直一直往外靠，是像排山。敢袂当哈团结的哈，敢无人？敢袂当哈团结的哈？两千三百万人，大家人也是兄弟，心结全问我。咱两千三百万兄弟，做伙打拼，老家伙熬顿，家家找无饭通吃，敢会想袂安怎啦？咱有外口的啥？所以当你在讲倒伊外好的时阵，就付出一挂对好倒的时分。我台湾人的爱，台湾行到平平顺，打分是把台湾之声，做伙话这是啥物歌？台湾颂，你倒位上诉？台湾颂，这是台湾兵，你是台湾军，这是台湾人，跟我来聊。你是啥物歌？台湾颂，你倒位上诉？台湾颂，台湾人的爱，台湾人的爱，无讲大声，全世界听无咱的声，这是啥物歌？台湾颂，你倒位上诉？台湾颂，这是台湾兵，这是台湾军，这是台湾人，这是台湾鬼，这是啥物歌？台湾颂，我听无恁的声。今天你这种气氛哦，不太适合哦。咱先把咱的这个哦，台湾的未来先过好，这种细腻的歌你刚刚唱得好，好不好？2020台湾要赢，够有信心？2020，咱台湾要赢，咱台中要先赢，大家够有信心？我们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哦，好好，来，再来哦，后面 Let's go。这首歌叫做《我可以》，本来是写给小朋友的，但是今天是给大朋友。等一下，台中所有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。看你们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。小朋友，你长大想当什么？想做梦，想翅膀，一跑一进，想飞想梦想。我小时候，你怎样谁也不知道。所以你也会像我一样实现，一天总会来到。你会是下一个陈星星，下一个李昌钰，你是下一个周杰伦，你是下一个王永庆。双方又凭借对抗当最好的那，所以你不遥远的瞬间，人人都会有功业。出发吧，你出去大好前途。你的一小步也都是你的一大步，小朋友每一步都是阿姆斯壮登上月球。加油，快把蛋糕变成摩天大楼。你的梦会像风筝高高飞在天空，你的梦会像蜡笔画的红色苹果，你的梦坐在起床以后不是梦。小朋友，大朋友，让我们一起说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。朋友们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。小朋友，
们有许多久没做梦了，睡困着爸爸喝醉大敲大脑，妈妈打开吃大门在你打喧嚣，放羊吃草皮大门怎么像大树一样高，老师讲话全身滚出去，就好比无言不说一个医生，因为你生病症老师教育想开电视苦那是大人们快闭论神，无言叫亲的心，你们小朋友看着我们看着你们小朋友，学习的人不只是模范生，小孩子像个白纸，成长会像张白纸，车灯子文明的人我们都是，有什么原因不有什么话又不是，妈妈一起努力撒下希望的种子，爸让梦想快快快快长大，好好长大，所有朋友一起唱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很努力，只要我很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，最后一次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我一定没问题，我一定没问题，只要我很努力，我就天下无敌。谢谢各位，我只唱两首而已，让大家先起立了。就是台湾队长，我想问，感谢辽国上马兰堂因公殉职的那一些军官哦，他们就是守护台湾、带领台湾前进的台湾队长们，欢迎 Let's go！ 不只是他们是台湾队长，我们也要一起努力的带领台湾前进，守护台湾。所有台湾队长们，把手举起来，要不要？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，就像作战，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，促成台湾保障法案有担当有手腕，用果断主角做温泉地守护卤肉饭，提升 GDP 争取 CPTPP 七零七，打击假消息崇拜到 PTT GDP， 冲出台湾充电一拿出魄力，高高兴高十月新低新南向飞出国际，合成狂销5万破史上最高纪录，新闻主宰承诺盖8年内20万户，主权共和在面对强权不会屈服，宣扬无头的恐怖分子就直接强势驱逐，我们就算被抹到黑依然走到飞，无论多少人多强势都要为人民做到位，已经摆脱22K， 我知道你还是好累，但一定会有感觉到今年降低缴税，又大家都说政府见到枪，认真做事而不是为了选票箱，来自街头跟着自由民主茁壮， 1, 2, 1, 2, 3 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手举起来，我是台湾队长，来一起甩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开口只会说真话，首长走上第一线，公务员都吃辣，防疫人员不停的加班，为了要守护台湾的平民，军事官兵的坚守岗位，在最后负责的执行天命，生活不能转变，如今外乡大有收获，行政加重，斗殴的人都说 no， 台上现金回流5000亿，你看的都 no， 就连上脱口秀都比主持人还幽默，警察一出马，歹徒们 put your hands up， 打工族有保障，时薪连续3年优化，坚持只做对的事情，不管压力有多大，做的吃力不讨好，我们用成绩说话，要把预算放在刀口上，未来能看到走向，用老舍做施政报告，大家都说教我唱，成长补贴不补贴，不变补贴，人家补贴问心中，民众行动努力不懈，大家都说政府见到枪，认真做事而不是为了选票箱，来自街头跟着自由民主茁壮， 1, 2, 1, 2, 3 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就要起来，我是台湾队长，来都会喊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让我听到你们尖叫，这个台湾队长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让我听到你们尖叫，所有台中的台湾队长们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让我听到你们尖叫，
爽，那大家都是。